这一日，嬴政专程到渭水南岸的文信学宫拜会了吕不韦。看着学宫内静谧的树林、富丽的馆舍，以及林下徜徉论学的门客名士，嬴政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迷惘。以重父吕不韦才具，如何还能在危局之时沉溺于如此不得要领的学馆修书室？其谚云：“己所重于大敞。”目下秦国乱象危局是己所，学馆修书是大敞。修书固然长远大计，可政变之危不解决，岂非一切都是空谈？吕不韦沧桑一世，果然如此不明大局。嬴政与蒙恬秘密商谈的轴心，正是如何判定重父吕不韦的目下作为，如何使他站出来担当大事。在目下秦国离开这个摄政顾命大臣，诸多关口还是打不开场子的。王婉领着嬴政匆匆绕过柳林，从后门进了木楼。王婉周密，先请嬴政自进书房内间等候，自己站在了门厅下等候。片刻之间，蔡泽与门客们簇拥着吕不韦走来了。吕不韦远远看见王婉立在门厅，对身边蔡泽与李斯一般门客名士吩咐了几句，待蔡泽等走向相邻庭院，吕不韦才匆匆走来，低声问：“秦王来了。”王婉也低声一句：“啊，在内书房。”“你也进去，门厅有人。”待王婉入内，吕不韦换过一老仆吩咐几句，这才随后进了木楼。见过重父。嬴政见吕不韦进来，迎面肃然一躬：“老臣参见秦王。”吕不韦也是大礼一躬，直起腰身一叹：“啊，我王业已成人矣，自今日始，老臣请免重父称谓，启王允准，以使老臣心安也。”“重父，何出此言？”嬴政又是深深一躬：“重父为顾命大臣，受先王遗命，坦荡摄政，恭心督客，何得于心不安？若是嬴政荒疏不孝，愿受重父责罚。”“敢请君上入座，用茶。”吕不韦虚手一扶嬴政，坐在了对面书案前，喟然一叹：“哎，君上蒙羞，老臣愧对先王也。”重重鱼尾纹中，一双老眼顷刻溢满了泪水：“重父，嬴政少不更事，骊山之言多有唐突。”“不。”吕不韦摇手：“君上一言，真金石也。那日之后思存往事，老臣始得明白，世间人事错综纠缠，但凡大局事体，终非一人可左右也。譬如目下，老夫所能为者为修书事耳，朝局成今日之事，不怪老臣，怪何人哉？”嬴政目光骤然一闪：“敢问重父，莫非又有新变？”“昨日新书，君上且看。”吕不韦掀开案头铜匣，拿出一卷递了过去。嬴政展开竹简，赫然盖着太后大印的令书上几行大字：“摄政太后令，长信侯嫪毐中秦国事，增太原郡13万户为其封地。令查文信侯吕不韦荒疏国政，着长信侯嫪毐以假父之身接掌国事，
丞相府一因公事，皆报长信侯裁处。秦王八年春。哼，几只竹片而已，老秦人听他了。嬴政轻蔑地笑了，哎，秦人亦是人，君上莫轻忽也。吕不韦正色一句，说起了嬴政所不清楚的内外变化。自嫪毐陡然窜起，一般得其后赏的吏员内侍大肆奔走，打着太后旗号为嫪毐笼络势力。嫪毐在封地山阳起了一座占地千亩的明士院，大言宣称，今日为我门客，他日为秦公卿。咸阳官署多有吏员去职投奔，虽说并无要员显臣，然执掌各属实权的大吏确实不少。若连同山东六国投靠的士子一起算，嫪毐门客已经有2000余人了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太后还下了一道特令，凡秦国公室、院囿、府库、长信侯得任意享用，并可任凭调拨财货。借此为誓，今岁嫪毐又在太原郡起了一座五贤馆，大肆收纳胡人武士与中原游侠，目下已有3000余人，终日狩猎袭战，汹汹扰民，动辄对太原郡征发车马劳役，滋扰甚多。秉性耿直的太原郡守忍无可忍，已经3次上书请求去职太原了。嫪毐有1000人马队专司护卫，奔走于封地与太后寝宫之间，频频以摄政太后书与长信侯令对丞相府之外的各官署发号施令。嫪毐懒政，从来不来咸阳理事，只在各处游乐狩猎的行宫任意批示公文，发布书令。嫪毐的书令几乎全部集中于两事，一则擢升亲信，二则压迫六国向自己献金。除此之外，举凡涉及正经国事的批令，太后皆与吕不韦拗力。丞相府要休憩关隘，太后书便下令停止征发民力；丞相府要清查府库，太后书便封存府库；丞相府要整肃吏治，太后书便停止官吏升迁贬黜。如此等等，吕不韦的政令没有一件可以遵照实施了。此等乱局之下，咸阳官署吏员无所适从，便有歌谣云，非来闻不可奉，与嫪氏乎，与吕氏乎，不知所终。目下仅在丞相府13署署已积压了100余件号令全然相左而无法实施的国事公文，更有甚者，山东六国已经觉察到了秦国乱局，图谋扶嫪毐而倒吕不韦了。斥候已经探得明白，魏国有谋士已经对魏景敏王画策，割地300里以资嫪毐长其实力，以使秦国罢黜或诛杀吕不韦。吕不韦本欲借此对魏国大举进军，虑及若是太后书又来制止，反倒弄巧成拙，也只好隐忍了。如此乱局，众妇忍心置之不理？唉，有心无力，仆叹奈何也。良久默然，嬴政突兀道，急难无虚言。嬴政冒昧揣测，以众妇之能，绝非无可着力。众妇束手，投鼠忌器而已。众妇与先妇、与太后渊源深远，既顾及伤及太后，亦顾及先王蒙羞，更顾及嬴政来日翻云覆雨。于是众妇只能
静观待变。可是面对嬴政的直白凌厉，吕不韦默然了。嬴政扑地拜道：“今日一求，岂众父允准？”吕不韦连忙屈前扶住：“老臣但听王命。”嬴政起身肃然一躬道：“嬴政年已21岁，唯求一世元首，敢请众父依据父王遗命，启动加冠大礼成事，扶持我冠建亲政可以。而后纵有千难万险，嬴政一无所惧。”吕不韦思忖片刻，正色道：“此事本当老臣职责所在，秦王何言相求？秦王若不亲政，吕不韦这重父之名岂非滑稽也？只是此事要思谋个妥善方略，仅老夫一人发动，力道不足。”嬴政不禁大为振奋，切齿拍案道：“但得众父同心，何惧嫪毐诸狗误事？君上少安无躁，目下要牢记八字：惠光逆行，欲取故于。”嬴政目光骤然一闪：“众父是说助长嫪毐野心？”吕不韦点头道：“是赢则心也。以老臣阅历，此等不知天高地厚者，必急不可待也。后法治之，不留后患；先法治之，无以除根。君上但如常处之，无虑老臣也。”嬴政长吁一声：“众父之言，我茅塞顿开。嬴政告辞。”一连几日，吕不韦除了安置河渠启动事务，一直思谋这件大事。回到文信学宫，吕不韦径直到了蔡泽庭院，将委派李斯启动泾水河渠的事背细说了一遍，蔡泽感慨不已。之后吕不韦对蔡泽说出了一个新的决断：联络元老大臣挺身上书，力促秦王明春加冠亲政。蔡泽大是惊讶，踌躇思忖，忧心忡忡道：“秦王奉法过甚，主见过人，我等大兴文道化秦，最要紧者是化秦王于同道。如今秦王是否与文信侯同心同道，尚不分明。若得一朝亲政，又来另路，岂非后患？”吕不韦慨然道：“正道者，以实论事也，权衡利害也。嫪毐如此邪恶根基，分明我等死敌。此僚目下已经成事，若不夺其权力，斩其首级，我等最终必为其所杀也。身死国乱，毕生心血毁于此等邪物之手，卑污之极，宁如自裁乎？至于嫪毐，唯扶持秦王可也，至于日后秦王如何，只能另当别论了。”吕不韦泪光盈然，蔡泽默然良久，终是一声叹息。一番介意，两人将学宫诸事安置妥当，已经是天色大亮了。匆匆用了早膳，吕不韦驱车回了丞相府。各属闲散当值的吏员们深为惊讶，纷纷聚来领书署探听异象。吕不韦闻声出来，站上台阶，一拱手慨然道：“诸位，老夫年来荒疏政务，身为惭愧也。自今日起，老夫坐守丞相府，与诸位一起当值，能做得一件事便做得一件事，
绝不苟且。吏员们一阵惊愕，相互打量着，议论纷纷。吕不韦正色下令，各署照旧运转，凡经老夫批示之公文，各署照令实施，但有耿组皆依秦法办理，纠缠不下者，禀报国政监与廷尉府共同裁决。老夫倒要看看何人敢在秦国违法乱政。文信侯万岁！自感窝囊日久的吏员们一片欢呼，顿时精神大振，甚话不说，急步匆匆散开，回了各自官署。半日之间，在外消遣的吏员们也纷纷闻讯赶回，丞相府又恢复了往昔的紧张忙碌。吕不韦回到久违的政务书房，一时感慨良多，无法入案，便到后进寝室沐浴了一番，及至换得一身干爽袍服出来，吕不韦自觉精神振作了许多，坐进书案，铺开一张羊皮纸，提起大笔，将早已在心头蹦窜的话语一字一字地定了上去。欲请秦王加冠亲政书。臣吕不韦顿首。谚云，治国者举纲，国之纲者何？君也。昔年先王江薨，依秦国法度考教遴选，方立子政为秦王，约定加冠之年得亲政。而今八年，秦王21岁矣，太后与老臣受先王遗命秉政，亦疏忽老去，以致政务多有荒疏错乱也。秦王自即位以来，官政勤奋有加，习法深有所得，体魄强健，心智亦诚也。秦法有定，王年22岁加冠戴剑，是以先祖惠文王、昭襄王皆22岁行冠礼也。唯其如此，老臣欲请当在明年春时为秦王行加冠大礼，太后将老，老臣更近暮年，若能在恍惚之期还政于秦王，则于国于民大幸也。秦王八年九月即有。一时写罢，吕不韦长吁一声，搁笔起身，唤进长史，吩咐道，此上书除一事呈送雍城太后宫外，抄刻送全部国府大臣与王族老臣，当即办理。领书领命，将案头墨迹未干的羊皮纸放入铜盘捧起，匆匆到书简房去了。三日之后，吕不韦上书在咸阳所有官署与大臣府邸传开，情势立即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大臣们始而惊愕，继而纷纷然议论，纷纷攘攘之际，大臣们都掂出了吕不韦这卷上书非同寻常的分量。且不说吕不韦三安交接危局已经载入史册的特有功绩，也不说秉承先王遗命，以重父之命摄政当国这份几乎与国君等同的权位，仅是这卷上书已使人陡然一震。细心的大臣们都注意到，寻常论事很少抬出秦法的吕不韦，这卷上书却是处处严法，咄咄逼人，实在是温和理政的吕不韦一个罕见的例外。上书开首便申明君为国纲，其意何在？接着申明嬴政是先王依法所立，所指又何在？再申明国政多有荒疏错乱，所指何在？又申明
王年22岁加冠带剑之秦法，并着意列出秦惠文王、秦昭襄王22岁加冠亲政的成立，其意何在？上书言是，特加欲请二字，其意其旨又何在？最后一句，将还政于秦王看作于国于民之大幸也，其寓意为何？如此等等反复揣摩句意，王族大臣们先忍不住了。被嫪毐骂为老不死的四车庶长老迎奔愤而出面奔走，连接王族大臣具名上书，隶属历代秦王加冠成立，兼请次年为秦王行加冠大礼。接着刚成军蔡泽连接国政监老廷尉等一般执法大臣具名上书，请以法度检视目下国事，为秦王加冠以依国政。此时一桩亘古未闻的奇事生出，秦国朝野顿时哗然。大涨秋水之时，鱼群竟从大河溯流而上，黑压压涌入秦川渭水河道，从桃林高地的河口直抵岳阳咸阳，连绵不断。河鱼大上的消息顷刻传遍秦中，老秦人称奇不已。不及思索，人们纷纷骑马赶车到渭水两岸，一边在河边支锅起炊大碟，一边用牛车装鱼运回，连吃带卖，不亦乐乎。一时各色帐篷连绵撑起，大小锅灶炊烟连绵，渭水两岸三四百里蔚为奇观。秦人不亦乐乎之时，游学秦国的阴阳家们发出了一片惊呼之声：呜呼，始虫之孽，秦为大害也。一时传开，秦人心惊肉跳，渭水两岸的连绵帐篷炊烟轰然散得一干二净。接着森森然预言传开：愚者阴类也，臣民之相也。秦为水德，鱼上平地，水类失序，秦有大灾异也。一时言之凿凿，朝野骚动不宁，纷纷将预兆归结为国政紊乱，渐渐弥漫出一片昂昂呼声：秦王亲政，国归其所。